还不打算说出放走蝶妖的理由吗？弟子迟钝，甘心受罚。念在你我师徒多年的情谊，还有你替我派立下不少汗马功劳的份上，为师就不跟你追究了。希望你离开昆仑派之后，仍能保有一片赤子之心。你走吧，好好保重。且慢。你，小女子姬香凝，拜见昆仑山人。就是他，他就是公司弟放走的妖孽。妖又如何？至少我从不害人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前来送死？没错，我正是来送死的。但有些话，我不得不说。五月前，我救起伤重落崖的宫少侠，他感怀在心，才不愿与我刚哥相向。大胆妖孽，与宫师弟勾结便罢，还敢在此妖言惑众。我兄得罪了，公正造反了吗？师父，西西有话要说。说，他并非妖言惑众，事实上，公师兄会落崖，全是左师兄陷害的。西西，你，师父，弟子绝对不会做出这等事来。西西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此事千真万确，是西西亲耳听到的。妻儿，为什么？休要再争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离开昆仑派。你要不为恶，何以杀之？这些年来，我自认为为天下尽心尽力，见妖便杀，从不留情。如今想来，自己竟连判断是非的能力也都没有了。过往之事，我已不想追究，只想就此归隐山林，与世无争。云儿，师父，您的养育之恩，弟子无以回报。你们都走吧。够多吗？